今日分享精品粤菜花开富贵。首先把节瓜去皮，切3厘米宽的圆形块，然后用模型刀扣出瓜环，再用挖球刀去除节瓜表面的瓤。泡发好的羊肚菌用剪刀剪开备用，中高油温放入节瓜环过油，捞出滤干油分，沸水去掉油渍，锅中落花生油，爆香火蒜和虾米，烹入花雕酒增香，加入浓汤，放入节瓜环，给少许食盐、味精、冰糖、大地鱼粉，加盖文火焖煮5分钟即可。羊肚菌拍少许干生粉，酿在虾胶上，再放进节瓜环里，上气蒸5分钟拿出，整齐摆放装盘。锅中放入秘制金汤，打少许生粉芡，淋在面上即可。